人更好的用路品质，花莲市公所特别向营建署争取前瞻补助经费，将国兴里规划为交通宁静区，要进行大面积的改造。而市长魏家贤除了要感谢营建署及市民代表的支持，也表示未来包括标志标线都会兼顾交通宁静区的需要，而有限速的标准，届时再请各社区的居民以及行经相关道路的民众全力配合。为了改善花莲市国兴里道路年久失修不平整的问题，花莲市公所特别向营建署争取补助经费，从8月2号开始分区进行改善工程。而市长魏家贤5号上午也协同建设科长徐国成前往国兴里借人街视察目前正在进行的跑铺作业，希望能将路面问题尽快改善。那我们今天要特别谢谢营建署给我们一个国兴里的一个道路改善工程，那也要特别感谢我们代表会主席、副主席，还有所有的代表，对于我们配合款预算的大力支持，让我们在这次施作的过程里面，能够经费能够非常充裕的来做相关的一个道路整平的部分。那总共刨除了25537平方米的一个AC 的部分哈，那总经费是1400多万元。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的一个大力支持，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预算来做一个大面积的改善，可以让过去比较被忽略到的巷弄，然后来做相关的一个道路规划。那特别也要谢谢营建署给我们一些提示跟建议，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社区变成一个宁静社区，未来安全社区之外，也能够让所有的用路人都能够走在安全的道路上面。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苏美珠、副主席李正伟以及多位代表也到场关切这项工程。这个工程其实据我们知道是，工程的补助款啊，那些真的是得来不易啊，包括公所自己在去筹措那个设备款，那代表会同仁等于算特别来见证，市公所又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国兴里道路改善工程将为当地打造为交通宁静区，未来包括标志标线等都会兼顾交通宁静区的需求，而有限速标准。另外除了会在碧云庄社区划设人行道之外，借人街与借里街的南北路口也将设置绿底白线的行穿线，除了更加美观，也让夜间行驶经过路口时更清晰可见。而这项工程总共分为 AB 两项工区，整体预计要在8月底才会完成，请用路人行经路段要多加留意，注意安全。记者徐立勤，花莲市报道。